沈静然，你干嘛？唐鑫。唐主播面子真大呀！放开我！给你写了那么多信，你一封都不回。我那么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不能回我一封信吗？啊！就不能你走开！你干嘛呢？没事吧？没事就走。等一下。走吧。我看看。冰敷一下，不然明天会肿。谢谢你，沈静然。你别生气。别生气了，别动。我给你订了个蛋糕，庆祝你加入国家集训队，所以在路上耽误了2个小时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对不起。我的蛋糕，它可能没有之前好看了，但是味道应该是好吃的。你尝尝，是很好吃吧？你别生气了，今天就是个意外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你先休息吧。我还有事要处理。怎么办？我又惹他生气了。沈清源，你走慢点儿。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以前说不是故意，现在也说不是故意。你爬这么高干嘛呀？受伤了你就开心了？这家伙。真生气的时候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明明不记得之前的事情，可是臭脾气竟然还和以前一模一样。我到底要怎么办？朝向最近的狼而来，玩得像一个小孩，空白如我，愿能
碎心中爱，感受世间浪漫甜苦，眼泪为你落下来。我相信那一个瞬间，与你目光碰触的海燕，你的心也有一丝波澜。如果我能够陪伴你身旁，唐主播，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就给我回一封信都不行吗？走开！喂，张娇。沈金元，已经走了吗？他还在生气吗？你是因为我才放弃去国家队集训吗？我这么问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？我想告诉你，你很重要，具体有多重要我没经历过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。就像射击一样重要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以后不管上班还是下班，你都要跟我在一起。那会不会时间太久啊？不会，两个数字而已。这是我要守护你的时间。沈清源，为了你，我一定会克服自己的问题。我明白，设计对你有多重要，所以，沈清源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你得答应我，必须要拿到奥运会的门票，我们的关系才能更进一步。好，打勾。